今天我们来猜各国元首的官邸。第一个，德国。怎么了？德国？滚！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德国，一下就给你们难住了。给我换一个。不太可能，不能偏心啊。又要换了。这你头大你。德国，我是贝尔维尤宫。这你都知道？对啊，去过。对了啊。去过了。下一个，葡萄牙。不知道，葡萄牙，不知道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你还在那耽误时间。我知道出国要找大使馆。葡萄牙，贝伦宫去过了。你去过？你别劝我。我带你去过。下一个，捷克。看一下一个牌子的。捷克。你给我来个英国。好，就给你来。哎，算了，不行，太偏心了。拿酸了都能。还是捷克吗？布拉格城堡。布拉格城堡的，你去过了？不对啊，布拉格城堡对的呀。啊，我听成布拉格广场了，布拉格城堡是对的。对的，阿叔，对不起，我给你道歉。下一个，阿根廷，玫瑰宫。这你就知道？哎呀，我看不下。下一个，这个你们应该知道，韩国。韩国，哎呀，韩国呀，你们看韩剧，你们知道吗？青瓦台，哎，对，青瓦台。来个简单的。好，来个简单的，那个法国吧。法国简单啊，好简单。你那纯洁的大眼神啊！我去问一下他们元首。你问得着吗你？凡尔赛宫。凡尔赛。他说啥？爱你社工。哎，对，爱你社工。看奥运会的。下一个，给你来个简单的啊，英国。英国，我怎么突然之间脑子宕机了？快下去，快下去！哎，对了，你们也是很不容易。下一个，朝鲜。朝鲜，泡菜好吃。我喜欢吃辣白菜。朝鲜。我也爱吃辣白菜。朝鲜。对啊。闭关走狗。什么呀？你不要瞎说啊！你都知道，可以啊，农村管理。对了啊，下一个，俄罗斯，克里克里，不知道，你克林宫，看不让他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。克什么？克林姆宫啊，错了，下去吧。那错了，我怎么还能答得出来？俄罗斯，克什么？克姆林宫。我去，笑死我了！没想到你们被俄罗斯难住了，四个字啊。五个字加公就五个字，我给你提示。克零零母母拉，笑死我了，不对啊。接下吧，克里姆林宫。哎，你克里姆林宫，笑死我了你们。下一个只剩美国了。叫你白宫。哎，对了。